三会务报告及讨论，请召集人主持。我们会务报告跟讨论，我们请我们现任的礼品委会长啊来为我们致辞。辅导会长的潘会长，还有我们三位我们的主人哦，我们的周会长、陈会长，还有我们陈明子会长哈、啊。各位还有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到吗？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啊，各位会长娘。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很快、已经也是有尾声了啦，已经也八个多月了哈。那这一次特别哦，刚好趁这个机会，我来向各位前会长报告。那还是关于这一次的很重大的这个日本的这一次的地震引发来的海啸。那我在第一个时间啊，也有请我们的国际组委，我们的陈春任会长，我们有拟一个慰问函，已经在第一个时间啊，海啸发来第二天呢，第三天我们马上有这个有慰问信过去给他们。那我本身啊，也到那个我们因为言语不能够直接沟通，所以我也到那个大将旅行社啊，请他们的那个林先生来打电话给这个小三会长，那也当场有跟他来表达我们新庄狮子会所有的狮友的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慰问，还有我们的难过的切这个致意这样。那他有表达说那边不是灾区，所以说那边在丰川庄是一切都安全无虞。那也有发一个函，那我们是不是来请这个函，来请我们的国际组委来为大家那个。